以一個關於秦始皇嘅刺客尹世滿嘅故事，係一套好輕鬆搞笑嘅 drama， 務求令各位喺繁重嘅學業之中都可以放鬆一下。我哋嘅 drama 會喺五分鐘之內開始，請同學就座。再次多謝各位嚟支持我哋嘅 drama。話説當年秦始皇吞並六國，一統天下，但就對天下百姓還政復廉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六國刺客冇一個唔想刺殺秦始皇，為天下百姓報仇。而秦始皇亦都發出咗懸賞令，下令要捉拿刺客，有取刺客首級者，封千户侯。但係刺客至今尚未捉拿歸案。秦始皇眾人戰戰兢兢，誠惶誠恐。佢咁樣仰視好古怪，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？佢咪最算啦算啦算啦，我走啦。皇上駕到。趙高啊趙高，點解教咗咁多次都仲係唔識嘅咧？音樂要符合人物形象，咩話咁猥瑣咩？唔該你專業啲啦。皇上，奴才呢個專業啊。咁你咩專業㗎？奴才讀 VCAM 拜。讀 VCAM 拜仲要做太監？皇上，你有所不知啦，而家呢個世代好難揾工㗎啦。做太監已經好唔錯啦，仲可以拎公務員份糧添。咦，又好似係喎。皇上，你丞相求見。書。咁樣啦。臣同奉國聯台平章時，問於各大學士、軍紀全領班大臣兼吏部尚書李斯。拜見皇上。哦，李愛卿啊，聽講你最近喺度研究緊呢個宏觀經濟學，到底港幣值唔升值啊？啟奏萬歲，微臣唔知道。你點可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我炒牛蝕咗好多錢啊？皇上，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。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講啦，咩事啊？啟奏陛下。殿外有人求見，來者何人？此人自稱無名，待刺客所給，獻於陛下。此話當真？微臣豈敢欺瞞皇上？咁就快啲宣佢上嚟。宣無名上殿。Music。Oh my god， 呢個仁兄，你咪喺非洲大草原嚟噶 ？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I will meet. 很喜欢。皇上，注意形象啊。臣慕命求见陛下。你喺边度嚟噶？你边个单位噶？臣嚟自张竹山英文中学。咦？点解听落去咁耳熟嘅？皇上，你唔記得啦？張竹山英文中學呢個地方靚女好多噶，你睇下台下個個都係國色天香啊！誒，皇上注意形象哦。慕名，我嚟問你。皇上，你應該自稱寡人啊。寡。我后宫佳丽三千七十二妃，我仲寡。皇上，电视剧都系咁演噶啦。咁好啦，慕名寡妇嚟问你。你唔系寡妇啊，系寡人啊。慕名寡人嚟问你，你当真带咗刺客手级过嚟？冇可能，你攞出证据先。可有证人？臣可以做证。反对对方辩有身卖我方算受挫，伪证。反對無效，你有興趣？
快講啦。啟奏萬歲，刺客嘅手級已經送咗去御膳房啦。好啊！奴才跟住皇上有肉食啦。無名，快啲話俾我聽，你點殺個刺客啦？遵旨。陛下，件事是咁嘅。一年前，我哋被召組成刺秦四人幫，分別有長空、殘劍、飛雪同埋神，人稱 F4。就師兄大發，感慨萬千。我是一條酸菜魚，又酸又菜又多魚。神認為呢個係殺佢嘅好機會，於是神使出咗絕世神符，降龍十八掌。打啊！梁娟，埋我哋家。武明。個厭仔，來奸！邊有機會我啊，老大？邊有機會先？我想做個好人。想做個好人，咪發夢啦！你咁樣真係想我死啫？擺明係想你死！你點解要自相殘殺？佢係內奸。到底邊個係內奸？佢。唔好嘈，按老規矩辦事，邊個輸咗，邊個就係內奸。
三年前，嗰日喺御花園散步，突然聽到風蕭蕭下，跟住刺劍就由天上面飛咗落嚟。呀！秦始皇，我係嚟殺你噶，我係嚟殺你噶，你唔好唔理我啦，我係嚟殺你噶。中唔中意陳百強？陳百強最中意咪就扎星啦，扎星。阿相公。但是陛下唱歌呢，攞我條命啊！所以不要再唱。殘劍，你我雖然如此投緣，但是你是刺客，寡人不可能咁輕易就放過你的。不如咁啦，你我打一局，如果你贏了，寡人就放你走。請。
遇上當年我同殘劍是如此投緣，而家寡人再見南浦，就為佢送上一首我哋共同喜愛嘅《摘星》啦。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